在命令你马上前往地球，联系潜伏了几千年的喵星勇士，发动侵略。在我眼中，他就是个铲屎官。侵略地球那么累，要不叫大王来地球找户好人家收养了，卖卖萌，装装可爱就行了。原来人类这么阴险！好，要侵占地球，就先从破坏一个家庭开始。死光眼！不要逼我！金经理，早上好。再来一篇吧。捡骨头，懂不懂？这么丰盛的猫粮，喜欢吗？自拍，自拍。来啊，叔你爱我，来啊，叔叔叔。